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三叠泉在全国有几处，最为出名者为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东南庐山风景区中的九叠谷，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。三叠泉总面积 16.5 平方公里，距九江市区26公里，经环庐山旅游公路可达，是集险峰怪石、飞瀑流泉为一体的山丘型旅游地。宋绍熙二年1191始被乔者发现，故有一招和氏施灸药，乔者得知人共传的诗句。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旅游开发。2001年11月，经国家林业局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，并有安徽一线三叠泉和珠海横琴三叠泉。三叠泉风景区山峰高峻，峡谷幽深，在燕山造山运动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期间，由于地壳的多次沉降与抬升，形成了褶皱密布、断层纵横、岭谷相间的山体，又经过第四纪冰川的剧烈摩擦而形成冰阶崖面，森林覆盖率达 89.9%， 有源头柳山、登台树、杜种等2331种植物和动物200多。